Hello，我是宝宝们，好久不见。那最近呢，终于出伏了，然后很多地方呢也开始入秋了。那天气呢也变得越来越凉快，那我们的皮肤呢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干燥，然后容易出细纹。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是干性皮肤，所以我会在这个季节会特别特别去呵护我的皮肤。那像平时其实我会去自己去喝一些银耳啊、百合呀，然后泡一些蜂蜜水啊，对。然后那除了饮食方面呢，其实我今天就要给红薯宝宝们推荐一款效果非常全面的好物，也是江江我最近平时一直在用的，就是这款后蜜贴焕然修护精华液。那其实呢，它是可以从根本去帮助我们去缓解这些皮肤的这个问题，然后呢，也可以恢复我们肌肤的这个光泽和底气。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礼盒呢，它其实是后的11周年的这个限量版，真的是非常的精致，然后非常的高级。我平时把它放在我的这个化妆台上，然后每次看到我都会觉得非常的赏心悦目。那这也是我喜欢后品牌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。做好的产品，同时呢又兼备艺术与故事。那说回这个蜜贴呢，我现在就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真的是在我皮肤像干燥啊、暗沉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呢，用它真的非常的管用。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，这里面也是有个非常精美的这样的一个图案，是不是很好看？打开就更好看了，噔噔噔噔！哇，这个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公平。那我现在给大家涂在手上试一试。那像我，平时呢就是这样，可以看到这个金色的拉丝的一个质地。那我平时呢就会给它这样去多多的去按摩，然后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有一个非常好的吸收。哇，它真的非常的滋润。然后每次我皮肤干燥的时候，然后涂上它，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，而且它还可以去修护我们整个肌肤的这个自身力。看一下，真的非常的滋润。那其实呢，这个蜜贴里面的配方呢有鹿茸啊、当归啊、人参、冬虫夏草等等，都是一些非常珍贵的药材，所以呢它才会让我们的皮肤那么的滋润。那像常熬夜的红薯宝宝或者和我一样皮肤容易干燥、容易有暗沉、松弛等等，当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，真的推荐你们去试一试这个后蜜贴，真的非常的好用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见。小红书。